他个白辣椒是谁过来的？就是为了炒个个粉，还研发瓜子把顶把刷。又辣，又好吃。真的因为我是因为买别的都给你吃了。哪位？小位，可以蘸油喝。吃着麻辣粉，就是舒服、香手，我喊得出来的。每一种生动的湖南方言背后，都有一碗兴盛不衰的菜。米粉在湖南有一个江湖，圆的、扁的、干的、湿的、辣的、不辣的。千般滋味，万般人情，山川湖泊、市井生活、憧憬期盼，都藏在这碗热气腾腾的粉里。湖南人种稻谷分两季，早稻和晚稻。早稻长得比较着急，煮熟之后啊，米粒松疏，没有粘性，味觉和口感都不及耐心走流程的晚稻，但早稻米里直链淀粉含量高，它们被水煮糊化之后，容易形成硬性的、不易断裂的凝胶块，口感 Q 弹。聪明的湖南人因此给了早稻米一个机会，重新证明自己。于是，这里诞生了让所有湖南食客都恋恋不忘的米粉。一提到衡阳米粉，鱼粉绝对跑不了。鱼粉的味道担当不是粉，而是鱼。粉只需烫好，鱼却很忙。沿袭衡阳菜里活水煮活鱼的方法，鲜鱼切块，进锅煎到全身微黄，然后邀请盐、姜片、蒜蓉一起加高汤熬煮。等到鱼汤变白，立刻热情地冲向米粉，一碗鱼粉大功告成。鱼汤奶白浓郁，米粉 Q 弹爽口，鱼片鲜嫩多汁，它们共同贡献出了衡阳人每天早上欲罢不能的鲜味体验。七七五号两份，啥就买到七七五号。七七要三份，打包个鱼粉三个，打包个鱼粉。秋大风，来春风。七九号三份，啥就买到七九号。这个不用，这个不用放胡椒是吧？谭楠。衡阳一家米粉店老板，他做的米粉店却不主打鱼粉。前台，前台啊！他这个地方开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有杀猪粉的，就是摊子原汁原味，就比较鲜的感觉，是小时候的味道吧？好吃啊！高蛋白呀！当时好多朋友建议我去做鱼粉，为什么我没去做呢？因为鱼粉。在衡阳来说的话，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一个层次了。我觉得我们衡阳还可以有更多的新鲜的尝试，来为食客带来一些就口上面的一个幸福感。衡阳人吃粉图的是一个鲜字。谭楠紧抓主要矛盾，重点死磕杀猪粉，因为杀猪粉极度要求食材的新鲜。脖子脖子兄弟，脖子没了就好。我们每天早上采集最新鲜的猪肉、猪肝、猪血，我们过去市场才刚刚开市，卖肉的老板他刚刚从屠杀场把肉拿出来，还是热的，这个肉肯定是好吃的。我做粉的一个原则还是想。做到食材它本身的一个鲜味。听戏听腔，吃粉吃汤，汤底定下一碗粉的味觉基调。湖南各地粉店的高汤，大家的常规路数是集齐两大神器鸡和筒子骨，一起在锅里双键合璧熬制几小时。台南的高汤却不走这个流程。我这个人有点喜欢去研究食材它本身的一个功能性。我觉得大骨的话，它主要是提香，它的鲜味还是没有鸡那么鲜。所以说我们的高汤就是大骨我还是熬一锅，然后鸡我再熬一锅，分开去熬。大骨汤我放多少，我的鸡汤放多少，这个鲜度刚好是我想要的那个味。谭楠店里的粉用的是渣浆粉，
纤细绵长半干的细粉最容易浸透粉汤的鲜味。将新鲜的杀猪粉食材切好，倒入沸水里，用生汆的方法迅速煮熟猪血，加入衡阳本土产的葱姜蒜调味。新鲜二字是这碗杀猪肉粉的杀招，猪杂越新鲜，简单生汆就能逼出肉香。杀猪马子带着嚼劲儿，每一口牙齿都能得到新鲜度的反馈。略带微酸的扎浆米粉把鲜美的汤汁带进口里，鲜得透彻，不给人一丝一毫停筷的机会。谭楠喜欢琢磨，不仅仅在食材上，开粉店就是他的一次洗心回归之举。谭楠15岁半进入一家米粉店学习泡粉，后来找机会跳到红案学习炒菜，10多年厨房的打磨之后，开始创业开餐馆。我从2015年开店创业以来，1年一个店啊，连续开了5家，投资每个店没有低于过70万，一直都很顺利。今年的年初一下关了4家店，一下子把我打懵了。连续关店的几个月里，从小有成绩的谭总一下子跌落成为亏损80万的谭楠。34岁的他遭遇人生低谷。生意上面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走得太快了，导致4个店全部闭店。然后当时我在家里面就一直在想，就是自己开店一直很顺利，后来呢就把精力更多的花在你的团队上面，这4年呢都没有去拿我们的锅我们的勺，对那些东西开始有点陌生了。左思右想的一个情况下，我还是想到了我去做初心嘛。最开始我在哪里起来的，然后我再去做什么，后来我就选择了做米粉。粉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湖南人，我们衡阳人最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吃粉长大，然后出了学，然后慢慢才成了我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包括我现在我女儿要跟我说，爸爸你的粉店、嗯北大硕士开粉店一度是社会新闻，市场热点。啊，你在座有人知道“大粉”是什么意思吗？敢拼，敢拼，要赢不服输啊！对，吃的苦，霸的蛮。常德人张天一，一位吸引了资本目光的粉店老板。他的米粉名字非常湖南，霸蛮，臭豆腐螺蛳粉啊，我们叫。张天一的公司名字里有科技两个字，以科技之名开粉店是剑走偏锋还是概念为王，很多人都在观望，也带着疑惑。啊，因为粉好不好，核心是由你大米里面的这个直链淀粉的含量去决定的，所以我们后来测完之后发现说，要把粉做到好吃呢，就是这个直链淀粉含量不要低于25%的大米去做粉，我们就一定要做标准化，它这个米粉要科学的定义。张天一在北京创办的米粉品牌，通过餐饮连锁加电商的模式，让湖南米粉这一地域性美食受到全国越来越多食客的认可和欢迎。张天一在北京大展身手，他所有的灵感和缘起离不开他家乡常德的那碗粉。常德粉里最有名的是金氏牛肉粉，作为湖南米粉里非常重要的一大派系，用20多味香料药膳卤制牛肉和高汤，香辣鲜味巧妙融合，醇香扑鼻。一口下去，米香芬芳，筋道弹牙，牛肉的鲜味从辣味的包裹里挣脱出来，
麻辣鲜香，欲罢不能。再喝一口热汤，香料药膳散发霸道的威力，逼走一整个冬天的寒气。吃粉的食客可能不曾想到，这碗南国的粉竟然源于北疆。400年前，清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长城边有回纥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南下，过黄河长江，一直走到今天洞庭之滨的金市附近才驻扎下来。因为不习惯南国的米饭，火军按照北方人做面条的方法，把大米煮烂后牵拉成丝，成为我们现在的米粉。回纥人喜欢吃的牛肉自然成了米粉的最佳拍档。曾经南北融合而成的米粉，现在经过一代又一代常德人的努力，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旅程。一种带着麻的味道，其实口感爽舒服。20多年前，常德粉入驻了长沙，诞生了气圆的气扁的这句经典的常德话广告语。常德人喜欢圆粉，而长沙人则钟情于鲜切的扁粉。长沙粉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码子多。作为湖南的省会，湘江穿城而过，商贾云集，大家很容易拿到各种食材。煮粉的人就把湘菜制作技巧里边的炒、煨、蒸、卤全用上，琳琅满目40多种码子，一碗米粉尽纳湖湘百味。肉丝、炸酱、排骨、酸辣是4样老长沙码子，但长沙食客和做粉的师傅永不会知足，在探索新码子的路上生生不息。要一个墨鱼猪肚粉，加个鸡蛋，方便的包装。王你要配你打算也买好炒一些啊、哦。两个都加鸡蛋吗？都加，都加，给他加。我都得出来吗？加两打。出来了，干了，后面的包装，干面就干面，好的，要配。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长沙街头这个小店门口都会排着长龙，排队一小时说分才5分钟呢，挺值的。分都差不多呢，还要各种妈死亲妈做的饭，就那种感觉。我们两个都在妈妈肚子里吃过啦。看着这么多人脚都打远，最闲的时候自己捏到10点，然后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把时间延长到11点，后来就到12点了。现在我们呢已经延迟到了2点，有时候2点半。很多人排队就为了一碗墨鱼猪肚粉，这让猪肚和墨鱼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猪肚有臭味，要接受生粉的反复搓洗，墨鱼表皮有腥味，也要到火上烤除。卸下腥臭的防备，墨鱼和猪肚在锅铲的翻炒中散发出香味，做回更纯粹的自己。再放到高压锅蒸煮30分钟，浇到长沙人喜欢的宽鲜粉上，墨鱼猪肚粉便上桌了。是家里的味道，我真的没放什么调料，什么都没放，没到外面去学。我小时候胃特别不好，我妈老是把这个猪肚子啊炖那个墨鱼给我滋味了，吃什么养什么。那时候后来就把这个东西死记住了，开这个店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也搞个墨鱼猪肚，我妈说可以啊，你搞一个啊。长沙米粉入口滚烫清澈，不是让人拍案惊奇一口惊艳的浓鲜，而是纯粹质朴的原味。借着易入味的扁粉滑溜溜入口，源源不断，好像在催促食客，一碗好米粉的口感正在按分秒倒计时。姐，来来来，试一下我的新麻子，味道是麻子的麻子。辣吧？有点辣啊，这个是墨鱼猪肚，很清淡的，你尝一下。嗯。是不是它咸了一点？但是胡椒粉，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放的胡椒多不多呢？刚好呀，不多。不多，胡椒粉不多。一个新码子出来，李红英会召集熟客来免费试味，至少要3个月的调试时间，以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我觉得就是
我吃这个墨鱼猪的是真的，我就觉得有一种家里的味道。我妈妈做出来的就是这种味道。妈妈最喜欢也是这种味道。嗯、我妈妈很喜欢煮这个汤给我喝。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没有一个看着是我飞龙起来的。妈妈就只是告诉我们，东西没得什么巧，就是个盐到位。就是说，有些东西搞不定就打电话问他，搞不定就打电话问他，他就说你慢慢的搞了。这一辈子都没来过。我开店的时候他就已经肺部不行了，医生说不能出门，只能在家里，每天晚上要吸氧。在湖南，不要问哪里的粉最好吃，因为你问谁，谁家楼下的粉就是最好吃的。但仍然有些粉足以让大家跑很远的路，排很久的队。我说你们吃个粉排队也累，我每天站在这里站了这几个十几个小时也累。他们说是啊，这名字起得好，叫你又真不容易。我一个人有时候在想，哎呀，这一辈子怎么什么事都没做好，把这件事给做好了。我说长沙粉的码子满目琳琅，但有一个地方的粉却只有一个码子，楼底双峰的青树坪米粉。在这里吃粉只有猪肉码和红油辣汤，选择上的不自由并不妨碍食客对这口粉的执念。你吃辣椒是不是？吃不了。还是幸福小碗加鸡蛋吧。是的。没放葱也没放酸菜哦，姐姐。你今天早上吃素粉吗？你要换一个口味啦。出于做生意的本能，邓小雪可以记住每位来店里吃粉的人的喜好，这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食客。这几个年，到现在几个年的种植很快的。邓小雪做粉讲究精准，油温要精准，食材配料的重量要精准。她不希望顾客有时候吃到惊喜，有时候吃到惊吓。他要每碗米粉的味道都一模一样。猪肉和辣油在急速沸腾的油泡中缠绵悱恻，如胶似漆，肉片浸满辣味儿。辣油猪肉码浇到烫好的甘源粉上，再盖上一个金黄的荷包蛋，放上几颗花生米，一把葱花，就是最经典的配置。咸鲜火爆的码子和汤粉同时入口，惊醒所有味觉，各路辣香风味撞击在一起，直冲颅顶，畅快淋漓，辣的好吃，越辣越想吃。辣的感觉。麻吗？麻味。有嚼劲啊！你说我发现那一碗粉吃了够帅，一天的热量就够了。这，就是青树坪米粉的魅力。双峰人实在，油边猪肉和青树坪米粉用的干粉最初是拿来给食材长久保鲜的，结果久而久之一不小心气质没藏住，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大娘，一点一撇一横一竖。单亲妈妈邓小雪独自一人带孩子已经3年多了。它有时候像狮子，有时候像猫咪，我们煮饭的时候它就像一头狮子，我听话的时候，他就像猫咪。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长。他年轻时候最远跑到了西藏阿里做生意，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开一个粉店。是没有人的时候陪你吃。刚接手这个店的时候，我那时候自己洗澡的时候偷偷躲起来哭呢，因为真的会觉得很辛苦，从早到晚都是一个人。我爸爸就认识现在我做的这个店的这个老板，关系很好。他说他那个店这不准备做了，爸爸就想让我开，但是呢太辛苦啊，我一个人我怕我搞不定啊，就一直没考虑。
好的，那你等一下下儿，我把这个粉过来。他在我们双分读的是挺好的一个幼儿园，七七八八算下来一年就有10000多嘛，但是靠我去上个班远远不够的。邓小雪希望给女儿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个简单的愿望需要不少的积蓄才能实现。邓小雪打算搏一搏，硬着头皮接下了粉店。每天从早上5点到店，晚上10点离开，超强度工作的动力来源是自己的女儿。有朋友打趣他，说你妈妈是单身狗，然后他说妈妈，但是我觉得你不是单身狗，因为你有我，我们俩在一起就挺好的呀。挺美的，好，你要再来一个，想随心所欲都可以。嗯，哇塞，那是蒙古包吗？蒙古包的吗？那白色那也是蒙古包吗？应该是吧。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首先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然后妈妈希望你能过上自己觉得那份非能干一份自己觉得非常开心喜欢的工作。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女儿能够顺利的读个大学呀，自己就做满10年以后，我想退休了。哦，走，哎，等一下，这张得考虑横出去啊。哦，打啊打啊，冰棍。哎，这个地方。明天星期五了啊，干活。干活干活。走。好起。粉店里，谭楠负责煮肉蛋粉、鱼粉，胖哥负责杀猪粉，兵哥泡粉，三个男人力所默契、专注，在米粉的江湖里组团拼杀，这也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生计。中午多少钱碗？哎，就煮个钱。啊，就喂猪个钱，或者鸡个钱。哎，还有点三个钱。还少点，炒了少点什么费？可以。的放松时刻，不该说了你。他们最不缺的就是韧性，有着屡败屡战的勇气，
像口中的鸡蛋和红薯一样，放到火堆里烤，烤得恰当时分，总会有香味扑鼻。我就觉得现在做事情很幸福，到了你很低谷很低谷的时候，你人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去走，总有一天好的日子会过来。我做米粉以来虽然起得很早，做米粉我们收档之后我有时间来陪我的家人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幸福的指数上面的一个提升。米粉对我而言它是我入行的一个起点，现在又是我的人生的低谷期的沉淀自己的一个方式，把自己的锅勺拿起来，毕竟现在才30多岁，不想让自己的手生。在后期我们慢慢慢慢去研发一些让客人吃的更有幸福感的一些粉，或者是在我们的湖南米粉上再做出一些突破，让我们也是骄傲的事情。米粉的本质其实是无味，但是生活不能无味，湖南人便在米粉里加入了各种滋味，自己喜欢的味儿，自己向往的味儿。韩南正在翻越自己的山丘，他的米粉味道叫从头再来。邓小雪的米粉叫独自努力。李毅面馆之前的长队告诉我们，这里粉面的味道叫做童年。一种米养百种人，一碗粉则抚慰了大多数湖南人的心灵世界。